Hello, ladies and gentlemen. 最近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有一个 page， 他们在做一个活动，就是他们推出一个超大份的鸡扒，他们就要挑战那些很会吃的人，能够在十分钟以内可以全部都吃完。就在今天下午，我已经跑去参加了，而且他们也要求我来做一个 Facebook Live， 待会呢我就会重看这个 Live， 来看一下自己的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。OK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这个 Random Verse 相见欢喜餐厅哦。今天是什么活动 ？OK， 今天我们的活动啊是挑战十分钟里面吃江大哥的鸡扒。OK， 十分钟啊吃江大哥的鸡扒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挑战者可以拿到一个价值50块的voucher，而且这一餐啊是免单，好不好？这一餐是免单。哦，真的。急用的朋友可以进来 support 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聊过可能会把50块 voucher 给你们。好。OK， 来，观众朋友们，请把这个直播把我公开分享出去哦，谢谢你们哦。第一个是我们的挑战者，急用，来，急用跟大家打声招呼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路人急用。啊。OK。啊，确实，我不是什么网络红人之类的。我跟你讲，他其实啊，一整个早上啊都还没有吃饭，就是为了今天这一个挑战。OK。对，就是。今天你会是我们的。就是为了这个早餐都没有吃。接下来准备好啊，OK， 来先打开先，好不好？先打开先，对，先慢慢的打开先啊。嗯，很优雅的打开。10分钟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。OK。666哇，你很多支持者，666来。啊，泽印哎，来10分钟啊，各位。泽印有多么喜欢六这个数字？没有战术了 ，OK， 来 ，OK。啊，战术啊，确实是没有战术了那个时候。哦，已经开始。这一家 Random Verse 西餐厅呢，从以前到现在已经主持人正在介绍这个餐厅哦。这里呢，基本上在 KL 成长的朋友都知道哦，这一家西餐厅绝对会是你们的回忆。不好意思呢，其实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哦，他是先吃鸡扒，先吃鸡扒。啊，不好意思呢。鸡扒呢，它是会比较烧一点啊，所以确实是很烧。挑战者呢会先吃菜，先给鸡扒冷一下。不过他会先吃鸡扒，啊，他觉得先把鸡扒先干完鸡扒先会比较好。在我的印象当中呢，热腾腾的端出来，我来 KL。也只是工作第3年不了，这一家餐厅我之前是跟家人有去过的，真是被他们的分量给吓到。OK， 哇，他把它全部先切开先，为什么？啊，这个是一个赞助来了 ，OK， 全部切开了过后比较没有那样烧。对。啊，比较冷一点先。Yes。OK， 比较冷一点先。对。OK， 哦，还叫你加油哦，动工资加油，代表红色内裤支持你哦。来，观众朋友们。当兵的梗。要20块钱 ，OK。啊，10年了。啊，当兵已经过了10年了。只要你挑战成功，听我啊！只要你挑战成功，20块是免单的，对，20块是免单，然后再额外给你50块的包车，好不好？额外给你50块的包车。想要挑战的朋友们，晚餐不知道吃什么，相信我了，就是这边了，好不好？20块钱罢了，旁边有鸡扒，有菜，有薯条。我看不止晚餐，连午餐都可以在那边吃。想要矿泉水。确实，我在刚才吃进去的时候是有呛到一点。不过那个时候我只是想着要怎样把鸡肉给咽下去而已。吃完了 ，OK， 他已经把我一个手长的鸡扒吃完了。哦。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赢家。哦。好不好？啊，2分钟过去了。哇。哇，这个时候的我的嘴巴已经鼓鼓的了，被塞到鼓鼓的了。非常的胀了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？OK， 薯条啊 ，potato 啊，都是很脏了。吃一点啊，你就像我那样子讲的了。我本身啊，我吃一点啊，我真的是不可以了。我也挑战过，这个是真的完了 ，OK。我吃半个我就已经吃不下了 ，OK。我是真的还没吃的。情况下 ，OK， 我吃半个我都吃不下了，好不好？现场观众朋友们哦，今天是我们第一个挑战者启用 ，OK， 他是来自于 JB 跟我一样哦 ，OK。确实，主持人也是来自 JB。
啊啊，现在才用时不到三分钟，其实只是吃完一半而已，好不好？只要你在我们这里获胜，我们还会额外给你们50块钱包券。要的朋友们，其实现阶段呢，我只是专心在吃完鸡扒蟹。一天只有15个名额啊 ，OK， 要把握啊，要把握。嗯，确实。哇，差不多了，他真的要吃完鸡扒了。每天的时段。666，OK，666。每天的时段只开放15个名额。加油，需要加油。哦。加油加油。哦。不要确实那个时候我是很想说他们的鸡肉真的很好吃，不要让他这么容易拿到。不过确实我也是很想很想讲出我的感想。我跟老板现在已经爬头流汗了，我想不到我的吃相那么好卖相。哦，这个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我的那个鸡排也差不多已经吃完了，所以现在开始攻略那个薯条，因为薯条单吃的话会很单调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求那个辣椒酱。对，从当兵的时候开始就很厉害吃了。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开始猛吞了，还没有到猛吞的状态，先把薯条插在一起，然后再往嘴巴里送，好不好？来了来了，他已经开大招了啊 ，OK， 肌肉已经开始开大招了 ，OK， 还可以再来。感觉好像在，我只想还可以再来两盘 ，OK。感觉好像在模仿虎狼，在进入最后的冲刺。哎，真的不到5分钟啊！哇，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。他的粉丝讲一盘不够塞牙缝 ，OK？ 其实我是有点感觉了 ，OK？ 真的不够塞牙缝的。就只是单纯的把盘上的那个辣椒酱给刮干净，但是好不好？如果你像我们的挑战者，肌肉量也是很厉害吃的，哦哟。可以了，记得来我们这里，记得去旅行社报名，一天只有15位。要抓住机会哦，抓好机会。再额外送你50块钱的包车，好不好？我不会吧，我已经吃完薯条了。剩下菜罢了 ，OK。哇，剩下菜，哇！我买菜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。昨天我们还没有因为挑战者胜出。哇，有一位来的差一点点 ，OK， 是锅里面的战斗机。呀，确实，昨天的参赛者真是很可惜。OK， 明明鸡肉都已经吃到完了，就剩下薯条跟谁了？6分钟，厨房有没有这么夸张？一个比较小一点的，我也是很怀疑。太过夸张了 ，OK， 鸡肉最后呢3分钟。那个时候我就尽量的把那个脸的面积给缩小一点。在最后的3分钟45秒，肌肉可以不可以完成？可以不可以完成？我也是怀疑自己能不能完成。其实他真的太快了，因为昨天的挑战者啊，都是10多分钟10多分钟哎。来，哦，菜已经完了，五啊。四，可以，肌肉加油。慢慢，其实可以慢慢来了哈，可以放慢脚步一点，其实可以慢慢来，因为其实才用少6分钟42秒。哦，兄弟666，哇，你俩，哇，不会吧？666，哎，他真的是666 ，OK， 他真的是666，OK，OK。啊，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很尽量的把那个鸡扒的碎也跟着一起吃。要吞下去，要吞下去啊！要吞下去，我们这里进入最后阶段了。吞到完了 ，OK， 吞到完好不好？慢慢来，其实可以慢慢来，其实你可以深呼吸一下，再慢慢吞。其实真的慢慢非常有 ，OK， 啊，浑身呼吸。Okay. 用时7分钟18秒。哦。7分钟18秒。哦，七分钟十八秒。666，用时7分钟18秒罢了。哇。你有什么感想吗？跟现场的观众朋友讲，现场参加起来差不多有60秒。我忘记我在讲什么了。这个炸那个鸡排，它的那个。真的好吃，很好吃，对，真的是很
脆很好吃，好不好？真的好吃。今天你不懂要这一点不用质疑。来挑战我们的大体罚，记得先去旅居社，好不好？记得先去旅居社。恭喜恭喜我们的这个听众获得了我们给他的免单 ，OK， 非常免单，请他吃，好不好？请他吃，还有一份50块的包车，还有一份50块钱的包车哦，给这位挑战者启用。谢谢你，谢谢你 ，OK、哦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记得留守我们的直播，下一轮会有另外一个挑战者来挑战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 ，OK。那真的是谢谢你们，拜拜。Life 结束了，这边还没结束。这个就是刚刚得到的50块钱的包券，真是很感谢你们得到了这个照片来做纪念。说实在的，真的是还蛮紧张的。还有好几天，也是会在那边举办这个大胃王的比赛，可以去这一间店来做一下挑战。连接呢就在下面的这个简介当中，可以去观看一下。最后还是要说声产品叫什么，相见黄，非常感谢你们，还有也感谢观看 Live 的朋友，谢谢你们。